不能。这个不能，不能，只能一和二。法国胜率有点大。啊，Jack，阿根廷，法国。统一的比较多。还是喜欢阿根廷的比较多。其实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，你们也不是喜欢阿根廷，就喜欢梅西，对不对啊？我也喜欢 C 罗啊，可是没办法，输了啊。巴西的球星呢，我就不太喜欢了，可是我就喜欢他们的踢法。巴西输了，我也有点遗憾了，因为从一开始我就跟人家打赌，我说，要么就是阿根廷拿冠军，要么就是巴西拿冠军。其实八强的时候呢，我已经想到应该是阿根廷跟巴西两队碰在一起的机会比较大，结果巴西不争气，没得讲。梅西，我的青春记忆啊，也是我的青春记忆啊。黑芝麻几号链接我也不知道，你们上去看看。输了多少啊？不要说啦。狂风听风，我都输到，唔系啊，输几多啊？输了多少啊？这个玩一玩就好啦，哎，没有人管过啊。我是广东人啊，普通话当然不标准啊。特别是我们在惠州，以前拍戏啊，拍戏那段时间呢，还是比较多机会跟大家一起讲讲普通话啊，都是用这个普通话去交流啊。回到惠州，反正大部分时间都讲广东话，所以呢，这个普通话就退步了啊。反正都一样，就像有些朋友说自己在外面留学回来，英文说得很好。只要你回到一个地方，你很少机会用到那个语言，你慢慢也就会淡忘了。没办法的，这个是人之常情。内马尔，反正那个内马尔，一个 C 罗，我觉得他们最喜欢哭的。拍过了，跟华哥拍过，冲进去都趴开啊！哎，真惨啊，真。那阿根廷跟法国，你读哪一个啊？啊，广东听风。你喜欢哪一种？啊，纯情煲仔饭。我老爸差不多70，认识展昭，当然啦、啊，这个年龄才是我的忠实粉丝啊。梅西还没哭，如果梅西哭就惨了。不过梅西赢也哭，输也哭，这次我不骗你。阿根廷必须，客套话不会讲。好，这里的吉言。阿根廷1-0法国，这场比赛，我觉得，唉，怎么说呢？可能是点球赢法国，我认为了啊。怎么录视频呢？真人啊，欢迎啊，欢迎大家随时可以过来的。现在我们工厂在广东惠州水口，没有去看我呢。其实啊，真的啊，我是喜欢踢足球。看足球呢，其实兴趣不大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时间太长了啊。尤其是如果真的有跟朋友打赌，我会看得很紧张。我这个人是不能赌的，哪怕是10元8块，我都很紧张的。我就喜欢踢球，看球呢，我就喜欢看一些精彩的回放。反正我有很多时候，比如说现在，谁跟谁今天晚上谁赢了，反正我也尽量。不然我知道，我就看他的回放，我也不看他是记录什么的啊，看回放快嘛，15分钟可能就看完所有东西了。不演啦，很久就没演啦。对呀，现在就好了，这两场不用熬夜了，都是11点。Jack，我替中卫清道夫啊，清道夫啊，我以前真的差点替这个香港那个流浪队的。其实以前呢，
可能你们都听过，如果香港的朋友知道了，有一队叫加山，加山，我差点就加入那个球队的，以前，可是后来就还好没踢，如果踢球的话，可能30几岁都已经要退役了。啊，接下来你听没啊？青豆腐啊，系啊，青豆腐体能很重要的，负责在后面包抄的嘛。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呢，我喜欢这个德国那个贝根鲍啊，可能很多朋友我不知道我们祖国叫他叫什么了。贝肯鲍啊，贝肯鲍啊，我们是贝根鲍，贝根鲍尔嘛啊。我就喜欢他，我觉得他踢这个青豆腐，踢后中卫踢得非常潇洒，我就喜欢那个。现在没有，也没有说有没有这个位置，就看你怎么踢，就看你怎么踢。像我们踢了那么多年这个青豆腐的位置啊，就算我们刚开始说，哎，我们就摆334、433也好，334或者433也好，很自然。我这个位置呢，有时候撞人家越位啊什么，我自己会多后一点点的，我就看情形，有越位的机会，我就会突然这个扑前。当然这个也很危险的，可是我那个时候感觉自己体能也好，体力也好，我追得来得及追嘛，所以我不怕的那个时候。青豆腐好玩的，青豆腐好玩的。梅西大热，工厂怎么联系你？不用联系我的，你们随时都可以来的，我不在你都可以进来的。来工厂，金哥要随缘的哦。哎呀，春意盎然，谢谢你啊，又来回购了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反正金哥，你们知道金哥的习惯啊，金哥开直播时间不长的啊，一个小时一个半啊，顶多两个小时的。主要是因为快过年了啊，希望大家可以尝一尝金哥的金家庄健康食品，也希望今年过年啊，送礼啊，可以送金家庄的食品啊，送礼送健康，首选金家庄后面三个字。好了，介绍一下产品了，哎，你们介绍吧，真的是。没有，刚才我看到屏幕上面有朋友在问这两款产品有什么区别。我们这款经典款的黑芝麻无花。好了，我来讲吧。好嘞。那这一款呢，是最老款的了。从10年前金哥搞这个工厂的时候呢，就生产了这款，很多朋友都喜欢的。可是这一款呢，有一个地方就是那个时候还用了一点白砂糖啊，可是后面这些呢，加强燕麦版呢就不一样了，就完全不添加零蔗糖啊什么的了啊，都是燕麦、黑芝麻、结晶果糖、小米啊、糙米啊、紫麦啊、紫米啊、什么墨鱼粉啊，就是蔗糖添加量为零的，而且它这个燕麦非常丰富的啊，这个饱腹感比较重。可是这个呢，你用来喝也真的很好喝，很多朋友都喜欢这个品种啊，还是很奇怪的，很多朋友还是喜欢，所以这两个呢，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啊，是有点不一样。这个饱腹感比较强，这个饱腹感比较强。OK， 如果你们吃，这里很多朋友说他吃的东西会不会怎么样啊？就不会的，这些把这个地主果糖，我们人体是不吸收的。30年老粉了，谢谢。不要挡住脸，放心啊，阿宝说的对了，良心企业。我们这个没有代言，我不需要任何人来代言。中学生两款都可以的，你可以每一款都拍一袋回去给他试一下。因为我们的五谷粉的话偏于糊状的口感，五谷燕麦的话呢更有嚼劲一些，要看小朋友自己的喜欢呢。美好，什么时候去蓝泉？哎，你在蓝泉的吗？美好。1月11日，黑芝麻买了两盒，两天就干完，吃了上瘾，一口气吃4颗，你也太厉害了，吃完你不会剔牙。哎呀，蝶尾酱二胡，60年老粉，那等于你60岁了哦，那你是跟我一起成长了哦。阿里婆婆，金哥普通话要，不是我刚刚都说了，不是学不学。
你现在在惠州反而讲普通话的机会很少，都讲广东话给我们，现在大部分都讲广东话，那怎么学呢？以前拍戏那个年代还好，就多沟通，反正讲的都不用想了。现在有时候我都会，哎呀，太久没讲了，想一下这个字怎么念了。普通话不好听啊，广东话就好听啦。我讲广东话就好听啦，广东话我哋广东话那个音啊有押韵噶嘛。黑芝麻青稞丸好吃，谢谢。燕麦黑芝麻燕麦可以啊，分量一条一餐，小了一点，两条吃不完。那你可以一包半啊，放一包半就好了，分两次喝啊。何家勤大佬，何家劲啊！我都说踢中卫青豆腐，青豆腐逼根包啊，位置。大家有咩问题想问我嘅，有什么好问题想问我的，不要老是讲，不要老是讲产品好不好？我是广东恩平人，广东恩平的。保质期每个不一样的哦，最起码就十二个月的了哦，因为我们这个配送五谷粉那些啊，我们的水分都抽到很干的了哦，又经过膨化，又经过磨粉，又经过烘焙，完全放心了，你放心啊，我都说静哥静家庄的产品，我要你们买的开心，吃的放心啊，下单静哥就送你静哥画的漫画 OK。这三个漫画我就随机放，不知道放哪一张。另外就是每一单送你十个口罩，每一单都送，我还加印你十万个出来，保证过年前只要你来我直播间，你们的口罩都可以非常充分。因为都说了这段时间口罩才是最重要的啊，记住了啊。现在外面很多朋友买不到了，我这个朋友在这边也是开药房的，他都来找我们帮他订做口罩拿去买，他说太快了，昨天生产了好像一万个给他，一天就卖完了。口罩现在你们去买口罩买不买得到啊？是不是很多地方买不到了？我看评论的，所以我都希望你们写问一些好一点的问题，问一些好一点的问题，我就跟你们聊一下。营业额这个怎么会跟你聊啊，哎呀傻乎乎的，真的是可以的，只要你来我工厂参观一下，刚好碰到金哥，非常欢迎跟你合照。买得到啊口罩，现在外面你们那边口罩大概多少钱一个？N95 我买不到啊，啊，你去过我们工厂，好，谢谢。啥个贱哪来的贱啊？口罩大把，好啊，哇，三块钱一个了，哇，一个三分，十个三分了，你看。但我司机干嘛？我都自己开车的。口罩十元三包，可是你那个口罩很薄的吧？我们这个口罩，你真的你试一单，你试试看，我们这个口罩的料非常好的，非常好的，很讲究的，跟我的食品一样，非常讲究的。李星星，你的工厂我闭着眼都能走出来，你是不是在我这里上班的？单位免费口罩哦，好，那你单位不错哦。大头儿子的大头爸爸，这个问题讲过很多次了，为什么不拍戏？我都说，因为我现在都已经搞了这个企业了，我花了十年时间搞这个工厂，我不可能现在突然要跑回去拍戏啊，因为一拍戏，你最起码三个月、半年。你哪来那么多时间在外面拍戏啊？
克罗地亚那个我是觉得那个摩洛哥啊，那个就是啊，我认为摩洛哥会赢。我看了摩洛哥，因为摩洛哥那个门将太神了，这个厉害的。买不到口罩没关系啊，大家啊，真的，来金哥这里，金哥订了10万个口罩出来。所以就说你不可能掉下工厂3个月半年就去拍戏，虽然整个工厂管理有我的拍档在弄，可是很多人来谈生意也好，什么也好，真的也希望看到金哥才上戏是真的。因为现在真的跟你们讲，很多朋友第一个感觉没来过那些朋友啊，就可能觉得哎，金哥这个你是代言啊，还是什么东西啊，还是真的是这里的工厂啊？你想想看，靳家庄3个字就知道了。我可以说是这个工厂的庄主。靳家庄这个名字呢，其实是当年1993年拍完展之后就回香港，我在香港那个时候成立这个香港的影迷会，那个时候在想改什么名字好呢？可能大家看那个包青天有没有看过一个单元叫《天下第一庄》啊？我就是从那个庄。突然想到，哎，不如叫景家庄啊，景家庄，广东话挺好听的，景家庄，很押韵的，靳家庄，国语也可以，普通话也可以，就叫靳家庄。那后来呢，辗转呢，就突然想到，做学员在做生意啦，跟我一个朋友，就了解一下，哎，健康食品这个行业有没有要搞？原来我们就做了一个调研嘛，觉得这一块。所谓这个饼啊还是很大的，还是可以希望分到一杯羹啊，所以我们就一拍之合，然后就跑到惠州来。因为惠州我这个朋友呢也在惠州打滚了很多年了，在惠州也有他自己一个非常大的企业，所以我们就决定在惠州建立了我们的工厂，就叫靳家庄。靳家庄的名字就是这样子来的。本来我们的产品呢很多名字的，又啊，我们又叫它果乐乐啊，现在还另外又登记了好几个品牌的名字，可是因为靳家庄3个字太容易上口了，所以很多朋友都说，哎，我们去买靳家庄，买靳家庄不是说买去买果乐乐，你看我们有果乐乐品牌啊，就做胶原蛋白啊，这个益生菌酵素啊，你看都是用古乐乐这个品牌的啊。另外我们又登记了古物实验室，这是我们要看做什么产品类的东西，像这个燕麦棒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去做的啊，这个燕麦棒大家也可以尝一尝啊。黑芝麻青稞丸这种早一点的就还是用靳家庄，可是后面还是要补了那3个字的。最重要大家是看什么呢？是看后面生产商靳家庄惠州健康食品有限公司，地址中国广东惠州市惠城区水口街道办事处利益之城工业区，电话400-692-2989、哎、不能讲电话啊，违规，对不起，能不能讲啊？电话不能，对不起啊，假的，那个电话假的，没有用，你们看会不会有听到？是的，是的，我在卖我自己工厂的产品，你先去了解一下靳家庄，你先了解完靳家庄3个字，你再过来，好不好？刚才看到有朋友说5号链接，张飞有我那么帅，你们搞错啊你？基本让我说一句，刚才有朋友说没有拍到这个黑芝麻五谷燕麦的，在我们的5号链接现在已经补充库存了，大家现在可以冲一波。什么卖货就好好卖货，你又看着好好看。大家看你的同时也不耽误买货。是的，看看后面靳家庄3个字啊，靳哥自己工厂啊，花了10年时间的了。啊，真的喝大麦苗粉了，谢谢。
嘟嘟嘟嘟，你们大家成龙大哥当然认识啊，以前我也在陈家班待过啊，那个时候就练了很多基本功啊。反正你们也不用考虑这个什么时间，你们现在买，我保证你三天就吃完，特别是这个芝麻丸，可能一天就吃完了啊，一天一盒，很简单的。薏米茶有啊，薏米茶有没有？来，哎，介绍一下。看到朋友说啊，红豆薏米芡实茶，哎，烦了。红豆薏米芡实茶，还有姜茶，来，姜茶也介绍一下，介绍完就可以不讲。介绍完你也得间歇性的让他们出出病、啊、红枣黑桃姜茶现在好了，现在天气终于真的凉快了，大家可以啊尝一尝这个红枣黑桃姜茶了，每天早上喝一杯，每一单金哥送你十个金家庄的口罩，还有金哥画的小漫画，你看多漂亮，无论失去什么也不要失去童心了 啊这个也是这个的座右铭来的，所以很多时候你们老是以为自己过了四五十岁啊就老了老了老了，一点都不老，不要管自己几岁，活到像几岁最重要，如果那些就是在放那个负能量的朋友就不要进来了，我们这里传递的都是正能量的，我觉得我一直鼓励人家多运动，什么叫健康？开心就是最健康。每天一定要坚持多运动。当然有时候你愿意吃一些健康食品，那就更好，双肩合璧，心态才能让你走得最好。不然一切都是空谈。客服什么太给力了哦，我不知道哦。对不对？现在很多朋友都以为，哎呀，什么什么的，真的你不要想那么多啊！每天开开心心最重要。你想想看，金哥，12月29号啊，马上到了，这个月12月29号，金哥就63岁了。我现在还踢球，踢2个小时，都大部分几乎全部都低糖的，都是低脂果糖来的，没事的。像我是都说，像我这个芝麻丸，低脂果糖加点蜂蜜，其他的就是黑芝麻了。你不放点蜂蜜，这个黑芝麻丸粘不住的，没办法，粘不住的。头发有没有？我的头发两边白，有时候如果我不戴帽子，因为平常大家都知道我最喜欢戴帽子的了。那今天出来，昨天我答应很多朋友说，今天来做个直播就不戴帽子，所以我答应过你们就做。那这两边呢，我就拿那个有些这个黑色的什么那个笔呢，哎，刷一刷，喷一喷就好了。中间就没有的，中间我很少白头发的，就两边所谓叫少年白。其实白一点也好看的，哎，其实我觉得，可是我白的不够漂亮。如果白的是银色那种呢，我就不染了，多牛啊那种，真的是。那个有难度。啊，那个有难度，那个有跳人的吗？对，因为刚刚那个广东听风在哪里啊？把书都趴在那个去了哪里啊？不是去养老院看60岁老人那个大哥叫吕良伟。如果我去的话，也是差不多。哎呀，我开什么车你都知道啊。啊，星爷啊，星爷，我们看到他很多报道啊，看他的拍照啊，他都全白了，反正他也是独来独往，我行我素的，无所谓的，他觉得无所谓就行了。因为金哥现在还是有时候要跟大家沟通啊，出来见还是保持一下好一点，而且我很多时候也去做一些活动啊，有些好多好朋友的企业啊，还邀请金哥去做活动，我也非常乐意去。站站台啊，玩一玩的。最重要，我到处跑的目的就是可以尝当地很多不一样的美食，这个是我最开心的事情。
啊，又要介绍了。没有，因为刚才有朋友问说我们的曲奇，曲奇最近暂时没有货。曲奇暂时没有货，等于那个原材料。大家你买这个啦，这个芝麻谷物薄饼，这个就是好吃不得了啊！如果买给你老公、你男朋友看足球，咔嚓咔嚓咔嚓就一盒的了。谁呀、啊？我的天，素海珍，你好。包公叫你去保安，包公都退休了，还保什么 ？W 产品非常好，味道非常好，谢谢你，金哥瘦了。其实我一直都没有瘦哦，我的体重一直保持在70公斤到72公斤之间徘徊。反正最重了，有时候最重，比如说有时候哎，可能膝盖受伤啊，一段时间不能踢球啊，不能跑啊，我顶多就是74公斤左右。我不会超过74公斤的，所以我就说我们一定要运动。其实很多朋友说，哎，吃什么东西，吃什么东西能把那个体重降下来？天下没有这个药的，记住，没有这种东西的，就看你摄入多少，付出多少。很多人说，哎呀，你光吃这个肉，吃什么肉，吃什么不会胖，不会胖，其实都是假的。他也是吃这个肉，我也是吃这个肉，为什么他吃会胖，你吃不胖？他不会运动，不会消耗这个热量，所以这个肉吃到他嘴里面就变得肥肉。我们懂得转化这个肉，就把这个肉吃了之后变成肌肉，所以这个很重要的，你要一定要懂得运动，很科学的运动去。当然这个听起来比较复杂，可是你一天消耗量多少，跟你每天吃的东西多少，反正一定是成正比例的啊。所以为什么看到很多朋友在做直播间叫你们运动啊、跳舞啊，其实光是他们在直播这两个小时、一个小时跟你一起运动，你的已经付出了很多热量的了。所以为什么我坚持希望大家运动，我自己也每天运动。我跟你们不一样，可能我运动的方式，我除了喜欢跑步啊、走来走去，我回工厂，我除了做直播，坐下来好好跟你聊一个多小时、两个小时之外，基本上你很少看到我坐下来的，我是不停的走来走去、走来走去的。什么啊？秋天那边一直在问问题。秋天，我回一下你这个问题。我们新款的这个五谷粉呢，是因为它里面的燕麦加的比较多，但是呢，我们这个里面还加了魔芋和那个原包车前紫壳粉，所以你泡它的时候，你要给一点点时间给它糊化。它跟之前的这个粉刚冲出来的那个情况确实不太一样，但这个的话，你给它一点时间。你热水倒下去，热水倒下去泡个大概15秒、20秒，然后再搅，好，然后再搅，水量。不要超过180毫升，口感是最好的，这个是我的经验之谈。因为金家庄所有产品啊，金哥工厂里面所有产品都是金哥试出来的。好了，讲了那么久，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想去看工厂？因为今天很久没有来这个平台播了啊，如果想看工厂的朋友，我也要介绍一下了。因为想大家知道你们在买什么，在什么地方买，你们吃什么放不放心，想不想看，想不想看工厂，想看啊，你看多好啊，看完工厂你就会下单了。好，你们跟着我出去的时候看看卡不卡，卡的话就告诉我了，出去走一走，我都坐不住了，我真的坐不住了，坐了一下我就要走了。哎呀哎呀，下次我差点关机啊。来来来，我真的坐一下我都受不了啊，你看我们这些产品不少的。特别是展厅的产品更多。啊，又出来了，看看有没有下雨。真的下雨，真的，谢谢。啊，
好，想看想看洗手间了啊、哦！我让同事带你们去看女生厕所，应该想去洗个脸了，好困了。坐太久了吧？太早起来了。啊，这个是我们工厂，你看，我们还有个党支部的，我们金家庄还有个党支部，啊，咱们去看一下，你看，啦啦啦，哎呀，甩个迷信，哎呀，好困啊。今天太早起来了，现在金哥真的年纪大了，唯一我承认年纪大的是睡得少，每天睡五六个小时就行了。啊，带你们去看一下女生洗手间好不好？来准备看。哎，喂，好，我现在带大家进来看一下，因为金哥到那边去。